大家好，我是翁翁。本部片来分享一下是我们初阶红丝绒蛋糕龙黄金起司饼干搭配异贼饼干的全新连续接关打法。那这个打法蛮吃配料，以及还有心术，还有工会加成以及文物效果，所以请各位有兴趣的可以试试看。那就不强迫哦，就是你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从第一阶然后打到差不多是十阶十一阶左右，就是第一刀我们的这个打法其实它算是比较流畅的。那这边特别感谢传说中的橡胶王集体协助，以及还有韩国前段工会有提供吼。那接着就来看一下是我们相关配料部分。那首先宝物啊，瘦子是给起司以及还有黑葡萄吃到的。那异贼这边就是完全冷却，攻击速度还有冷却，伤抗的话只有接近 6% 左右。奶油龙的部分就是攻爆冷，其实也算是蛮高配置的一个配料。摇滚饼干就是全暴击的。黄金起司饼干是攻击、伤抗跟冷却，这个也是相当的高配置。黑葡萄干的话是玩三爆二攻的方式，主要是因为它也要吃到哨子的效果，然后还要拉高攻击力以及还有爆率，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接着就来看一下是我们相关连续接关的实战影片吧。
就是妖魂的精神，出没无常，上把夺子游龙没用，人的职权。好啦，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相关接关的打法哦，给各位当作参考。那我是嗡嗡，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